内有多图，朱晨丽饥喊大晒迷人比基尼照，超完美 S 型性感到爆炸，网民 so sexy。 香港港姐朱晨丽 Rebecca 近日演出 TVB 无限剧动人的时光爆红，在剧中饰演钢管舞者的她不时都有性感上阵大跳钢管舞的情节。Rebecca 曾经讲过话，自己比较怕丑，所以要着韩少舞席人前跳韩诱惑的钢管舞，会感到一好意思，一好担心会走光。事实地反他在 Instagram 上载的像都好少有特别性感的，想问张水哲香都难，最性感都是他出席无限大型活动时的晚装 look。不过 Rebecca 近日竟然大拍军粮，饥喊地同大家开心 share 自己的泳衣像，重要连 post 了四张不同角度姿态的镜像。相中的 Rebecca 穿上黑色的比基尼泳衣，搔首弄姿摆出诱人俯视，将她迷人的 S 型身段完美展现了出来。他留言表示，用微笑面对每一天，来深呼吸放松一下吧。今次旅程太匆忙，下一次再去过。 Rebecca 那个 sexy 造型加埋蓝天碧海的背景，真是地道人心旷神里呀。大家可有留意相中的 Rebecca 仍然是长头发，他日前明明已经剪短了头发，原来这些将是他早前与好闺蜜魏雨欣去克里岛度假时影帝的，难得去旅行享受假期，对住寒境的阳光与海滩更是要来个身心大解放了。粉丝都留言大赞他所爆，重要他下次再去时记得饮多些水着香同大家分享呀。不过一有眼力的网民发现 Rebecca 的正面相中，她的左胸位置离奇现出一个正方形，无通是最新款的 Pack